各位同学，大家好哦！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啊，冲冲乐啊，冲冲乐！各位同学，今天你没有赚钱哦，今天赚多了啊！你不相信了？那我在这里告诉你吧，啊，赶快加LINE，加LINE以后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老师，加LINE有什么好处？昨天晚上你怎么讲的？对不对？昨天晚上跟你讲吧，11月7号嘛，筹码分析啊，对不对？我说外资连续14卖以后，终于四天买超，哎，今天也买超哦，所以5天了，啊，大盘月线在这里会有作战行情悄悄展开，对不对？我们持股追踪一路创新高，比那个新兴的高利啊，这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些人在这里跟你搞这个东西啦，你们就尽量搞，没关系啊。啊，有本事就尽量搞啊！啊，四星3000啦，外资天天买，创意外资昨天买了287张，对不对？尤其摩根大通买169张，美林买251张，加起来这个零加起来一个五，哎，300多张呢，低买可冲。我今天、昨天啊，有同学啊，好高兴啊，赶快来参加一下，来验证一下。他说：“我参加别的老师啊，在那边就是啊、报上报下，报上报下，报上报下，我来试试看中小老师的功力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啊、功力怎么样？来看一下今天的创意，你敢做当冲吗？平盘以下15150，你敢买吗？老师这边买会跌停呢，收最高，今天赚70块，你不相信我？”我有call讯啦，而且我马上发在 Telegram 里面。哎、欸，你加入这个，哎、欸，同学加入这个，加入这个，加入这个，马上就发在里面啦。今天赚钱，今天甚至买1570的都赚钱。有一个新同学啊，老师追上来也买1570，还可以卖到1620，还可以赚50块。你没做对不对？啊？同学继续看下去，力旺对不对 ?M31。四星没做，四星太贵了。四星没做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四星没做太贵了。力旺这里买这里卖。这个赚比较少一点。这个就当作买菜钱了。M31。这里买这里卖。老师有没有证据？大家都要有证据啊！打包照一下。老师早安，今天赚抢了16万。我跟你讲，当冲跟抢银行一样嘛，有赚就跑嘛，对不对？没老师还不敢做。创意 M31力旺，今天当冲全部输掉，谢谢。我不要说多啦。我说这一支就好了啦，创意就好了啦，你今天十张就不止16万了啦，十张就50万了啦。小知足不敢做，不敢做，老师我不敢做，我不敢做，不敢做你不要做，用看的就好，拜托你帮我验证一下好不好？帮我验证一下，来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为什么买？为什么卖？要讲清楚，有买有卖，获利放口袋。你要体验嘛？昨天有同学来啊，体验啊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明天要做哪一支？我今天已经先买了创意，我先讲好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里啊、哦，创意，昨天港商野村大买，买第一名，这不算什么啊。创意我们今天有买，明天再继续做当冲，开盘价再买，如果开涨停板就不买了啦。你看一下。按照这个当日冲销的技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沿着均价线？我今天买早了一点，大概买在均价线附近。好啦，就算买在98块好了啦，放心啦，明天开盘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就99以上了啦。老师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投信买超第一名就是伟创。老师你都有内线，老师没有内线，
我只是比你懂一点而已。明天我要开始赚钱了，而且今天伟创啊，自营商买了4000张，投信买了3000张，一共7000张，明天不涨停都很难。老师，那我明天来做一下伟创好不好？打电话进来哦，你不要跟他，你不要跟这样哦，你不要跟伟创一样拉到快涨停板才想要买哦，开盘就可以买咯。老师，那开盘价位多少？今天973嘛，258的258 258 258，明天开盘价985，搞不好985还买不到。因为老师为什么会 985？ 因为明天开盘价，因为这个934嘛，开盘价是不是942 258嘛，对不对？那这里正常来说明天开盘价应该是982到985嘛，明天会攻100。我们讲在前面哦，你不要在这里哦，明天你追到100以上你又说啊，老师我又在这，没有这回事好不好？同学加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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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点阅超过400个，第400名，中甲老师亲自打电话给你，爽不爽？我今天昨天一个新参加的，我今天没有亲自打给他，我要亲自打给他他就敢买了。但是我的会员一向都敢买，来给你看一下。我不要骗你啦，骗你没有意思啦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的同学都相信的啦。老师，我们不相信嘞，我们不相信，不相信你不要相信，好不好？不相信你不要相信啊！同学每一个都赚钱了，赚得肥滋滋的。我来，在哪里嘞？啊，在这里。创意，我买15553张，尾盘想冲掉，尾盘想冲掉，我买15553张，尾盘想冲掉。同学，15553张，尾盘想冲掉，这样多少钱你自己算？三张多少钱你自己算？你自己算嘛，我算给你没有意思嘛，收1620嘛。这只是其中一位而已啊。你参加老师哈，你能不能跟老师互通啊？我们只要是清代的会员啊，都可以跟老师沟通啊。好，来，还有没有？这是另外一个嘛，1555。1555，还留一张。每天要验证。加赖就对了，来看一下加赖加赖加赖。昨天晚上写的创意外资买多少？287张，低买可冲。你只要看到我这一个哈，你敢不敢做？就算你不是我们同学，你都敢不敢做？问你，你敢不敢做嘛？利旺嘛，高毛利率的 IP 股，利旺嘛，100%嘛 ，M31 100%嘛，挑战1000嘛。老师，你闹鬼啊啦！最高吃到997啦！老师，你闹鬼啊啦！差3块啦！老师，你很不准嘞！你敢买吗？你还是997才买？940你敢买吗？950你敢买吗？你不敢买，你不敢买。
啊，明天呢？明天呢？伟创好不好？最近有来参加我这个同学的啊，他们老师叫他买伟创啊，那套牢，他只跟大家讲一句说，今天停损。刚要开始涨，你给我停损，我笑死了，我真的笑死了，我笑不出来了，啊！广达停损，刚要开始涨，你给我停损，我笑死了，真的我笑死了。好，为什么刚要开始涨？来，同学你懂不懂？来，我教你了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不是底部第一根红棒？哎，你不要认为这样子就可以涨到160，哎。没有这回事，欸，上面你要尊重一下，这还有一个季线的反压嘞。老师，季线反压多少？ 104.5， 明天涨停板就 104.5， 或者明天直接跳空过去，对不对？因为主力筹码在买啊，哎，业绩也公布了，十月还好了，比上个月成长一点了，比去年同期也没有衰退多少了。今天投信买了3000张，然后还有自营商买了4000张，一共7000张，你能够买几张？进广告，好好想一想，你能够买几张？进广告再回来。万通国际投顾，诚信至上，以客为尊，专业团队，稳操胜券，创造财富，成就精彩人生。团队三大保证：第一，绝对正牌经营，用专业服务客户；第二，绝不夸大技巧，哗众取宠；第三，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。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盏明灯，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。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-7725-9668。万通国际投顾，诚信至上，以客为尊，专业团队，稳操胜券，创造财富，成就精彩人生。团队三大保证：第一，绝对正牌经营，用专业服务客户；第二，绝不夸大技巧，哗众取宠；第三，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。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盏明灯，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。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-7725-96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各位同学，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，今天赚完明天赚，明天赚完后天赚，天天赚钱无烦恼。哎同学在这里啊，每天都在那边追高杀低，要不然就是参加一些老师，然后都不讲股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，对不对？像艾普我们每天做价差，欸，啊，那个做教的买在这里啊，那个教主买在这里啊，买这里又怎样？3个月都过去了啊，也不知道高卖低买，低买高卖啊，做一下做一下做一下会死啊，哦！老师，我怎么知道他会今天会开高走低，昨天会开低走高？你不懂不懂来找我啊！你看这个开始上去啦 ，MACD 开始上去啦，今天那个什么，今天投信又继续买，欸，哎，昨天外资买很多，今天砍一些出来，他明天又要买了。老师，你怎么知道他明天要买？老师，你是不是在外资机构上班？对不对？啊，金星科啊，老师今天都没怎么涨，哎，418你不会出一下 啊下来412你不会再买回来啊？哎，今天外资买不多，买几十张而已。老师你都知道，哎，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因为现在的软体工具太好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啊。从艾普开始看啊，你看艾普昨天外资买很多嘛，今天砍一些出来，哎，但是投信不离不弃，每天买，每天买，每天买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艾普，对不对？再看下一档，四星 KY， 老师外资投信天天买，再看下一档，创意，
老师，今天外资、投信、自营商都在买，把它买上去了。啊，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昨天就开始买啦。所以今天的创意为什么有低你不敢买？当然你涨停板就不要买啊！啊，平盘你买就会有人把你拉上去啊。老师，谁买上去的？外资啊。老师，你在外资机构上班了、哦，这个外资就把你买上去了，刚刚好而已的 ，just make， just make， 来继续看下去。你看这个软体多啊，看金星科，金星科今天外资买几张？我看一下，外买不少嘞，成交量很小，但是买了61张。老师，投信只卖一张啦，但是自营商啊，反正跌它就卖啊，涨它就买、啊。昨天买啊，因为昨天红啊。看一下，老师，伟创，老师你看，投信买3000多，自营商买4000多，哎，老师外资卖出来哦，外资就是卖出来，尾盘才会收那么低嘛，要不然的话，说实在啦啊，按照这种走势哈、哦，这个站在均价线上嘛。按照这种走势，应该它尾盘不会杀那么低嘛。但是外资是有买有卖，他卖在这里，他买在这里，不是净卖超啦。我看了一下筹码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告诉你啊，老师的工具要很齐全。主力筹码，看一下，过滤2%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来看一下，再跑了，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一只股票叫做3231，对不对？今天主力是站在卖方的，凯基是在买方的，人家当冲的，都不要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叫外资，港商也顺了，买了1000张，97块；美林买了2000张，97块。台湾摩根买5486张，98.1元，所以明天开盘价一定是98.1元以上。摩根大通比较有力量了，摩根大通也买98块了，美商高盛也买98块了。但是他在这里有卖，因为卖不下去，他又买回来。这个外资的手法我太清楚了，哎，老师你好厉害哦，老师你在外资机构上班哦。我再给你看一下，券商进出表，主力券商3443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台湾摩根买多少钱？台湾摩根买的1600嘛，瑞银买的1578嘛，美林买的1587嘛。老师他很奇怪，他为什么平盘的时候不买，他涨上来才买？外资就是有钱的大散户啊！老师，你怎么知道他会开单？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明天反正你们就注意看好了，因为老师一天做一只股票，有时候做两只，有时候做两只。来看一下啊，在这里，我会跟你讲啊，伟创啊，他还是比广达跟技嘉强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有道理嘛？来，给你看一下伟创啊，他是不是没有破低点？他都没有破低点哦。今天这个上影线101.5，明天又会过了啊？为什么没有破低点？因为他都没破低点嘛。啊，底部起涨的第一根红棒嘛 ，K D 指标往上嘛 ，M A C D 要翻正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广达。广达它是不是有破低点再上来？啊，投信天天卖，啊，外资天天买啊，啊，广达还算强哦，技嘉比较没有那么强。老师，那明天除了做伟创，广达技嘉能不能做？加入推管，我就告诉你，加入推管，推管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对，赶快加，赶快加。来，好，这里，在。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啊，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。老师，那个创意太贵了，我做不起。小资族你做一张可以吗？反正老师会带你进带你出。哎，我有同学来参加我的啊，
啊，资金只有多少？300万啊，人家也敢买一张创意，一张，老师一张就150几万，就占我资金的一半了。我说你一定卖得掉，一定冲得掉，他就敢做了。我知道你不敢啊，小资族嘛，啊，小资族做创意可以，可以做伪创可以吧？有钱人是做有钱的，做胆小的跟绝对跟你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要不要验证？验证是最大的诚信嘛。啊，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拿，哎，加入这个 Telegram， 加入这个 Telegram， 你今天晚上要拿到这一个。为什么要拿到这一个？因为你要知道人家买的是多少钱。人家买的如果在这个价位之下你去买，他会帮你拉上来，对不对？创意低买可冲，我没有骗你的，低买可冲。力旺今天敢做力旺 M31， 金星科啊、哦、明天开始要动。艾普今天价差不大，但是我们也做了一趟。老师你不要骗我，我真的有做一趟啊、哦、真的有做一趟。威盛，哎，威盛准备了。老师，威盛你们今天买没有？还没有咧，还没有咧。哦，有的老师好厉害哦，啊，买在这里套牢哦，啊，这里要加码哦，哦，这一天跟你讲哦，就算买到最高点都套牢，套牢出了没有？没出还是套啊？啊，我们在这里买，这里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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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买，这里买，这里卖。我讲的都是实话，可能你听的会很不爽，但是我一直强调。有买有卖，我们现在威盛是空手的，今天开盘还蛮好玩的，128还拉到135，我没做这一趟，我没做，因为这一趟为什么没做？因为这一趟在做创意，这一趟在做创意，因为这一趟在做 M31， 因为这一趟。艾普说：“这里可以先卖掉下来，再买回来。”老师，你有这样扣？我的同学都很清楚。我说：“艾普最好的买点是415以下。”今天有同学买在412，卖417，小赚赚了，那没关系的。这个小赚赚太少，我都不要讲了。那有同学看到以后，他就420几先卖掉，413再买回来，收盘411。因为老师说会拉回啊。啊、拉回啊，今天开那么高你就先卖一下啊，拉回来再买，价差又是十几块吧，啊，又是十几块吧。老师你做的那么灵活，行情这么大不做灵活一点怎么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啊，我再跟你讲啊，明天呢、哦、我会注意，晚上会看一下筹码啊，但是我这样公开告诉你，我事先讲伟昌我明天会做。艾普威盛不一定，金星科不一定啊、哦、我们要看一下主力筹码谁在买谁在卖啊、哦、我们不打，哎、欸、我要跟你讲哦，银邦哦，反弹的抢短要快哦，对不对？这个抢短跟抢银行一样，抢到就跑。老师我抢到我没有跑，今天跌了7.5块，你抢到你没有跑，今天跌了7.5块，摔死！我们抢银行啊，抢很快、啊，所以同学，明天跟着我做，可能有两档股票，好不好？来体验一下，快闪双倍计划，今天赚的160,000已经放在口袋里面了，你明天打算赚多少，就要看你敢买几张，3张、5张、10张、100张，随便你爱买几张就买几张。赶快加入就对了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